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，宽宽小的 original include。在我上一支影片呢，有说到我之后会做一下关于食物保鲜的影片哦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研究思路哦。今天不是什么成果分享，我还没有盖，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设计蓝图在脑海里面，想要来研究，所以就顺便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看一下，到底我是怎么想的，然后怎么把它生出来的这样子。当然有可能会失败，也有可能那个效果不理想，不过这些就是我觉得可以呈现给大家 的一个过程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子，就尝试看看啦。那其实在我找几段影片之前，我已经有提前预告过真空保鲜这个部分会被拔掉了，那时候就猜官方会这样子改了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有一些对应的手段在想了的，那时候已经在想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来把我这些想到的问题、想到的方法来实现一下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说一下食物保鲜的部分啊。现在食物保鲜官方就是想让大家使用冷冻库嘛，或者是前期使用冰箱嘛，因为前期你没有冷冻库的话，冰箱可以减缓食物的腐烂嘛。只是冰箱非常耗电啊，因为它是全天候工作，而且每秒用120瓦，所以它某程度来说会比起你用一个冷水机更耗电哦。因为冷水机只需要冷到达到温度之后，它就会停下来不会工作，所以搞不好10天才操作一天。那10天才操作一天，虽然它的电力是冰箱的10倍啊，可是它用电就跟冰箱一样，所以你会看得出来，冰箱真的是一个吃电大户啊。只要你插上电线的话，它就一直用，一直耗电这样子。不过也是没办法啦，前期如果你要减缓食物腐烂速度的话，冰箱的确是一个好方法哦。不过呢，有部分食物呢放冰箱呢，它的效果会更显著哦。比方说你用食物压剂汁里面的，这边可以盖出一个叫做浆果梨膏哦。浆果梨膏放在冰箱里面呢，是可以做永久保鲜的哦。那这个部分就非常适合放在太空上面用了，因为火箭上面一定没有那么多空间做所谓的冷冻库啦，所以就非常适合带这种可以永久保鲜的食物。不过问题就是你要确保那个冰箱的电力是足够供应的，那配合在之前火箭有出的那个太阳能板哦，因为两个太阳能板就足够供应一个冰箱了，所以应该是不大问题的。我们在火箭上面可以考虑使用这个，那盖机高机的理由又多了一个了啊，而且它只需要血脉跟这个松果，那基本上跟上面这些不一样哦，这三个都是要吃水的，而这个就唯独一个不用吃水的，在机高汁里面的食品哦，那而且可以永久保鲜的话，那非常不错，可以用在太空上面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其他很多的食物都有不同的腐烂速度哦，它们放到冰箱里面腐烂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、哦，有些会快，有些会慢哦，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测试看看哦，然后就看一下你到底喜欢用哪一种食物，然后去配合它的腐烂速度去做产生数量哦。 OK， 那这些是题外话了，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说这个腐烂的问题哦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冷冻库哦，是所谓的永久保鲜哦。那撇除掉刚刚说这个永久保鲜以外，我们剩下来要做永久保鲜的话，就只能选择用冷冻库了。那冷冻库现在又分成两个分类哦，就单纯的冷冻库或者是真空的冷冻库。那真空冷冻库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了，因为它需要一些媒介把温度导到食物上面。那这边我已经有好几个想法了，比如说用装载机的输送管道，这输送管道让它去绕一个比较低温的区块，就会把食物降温了。不过这个方法呢是相对来说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哦。那如果是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盖精致类型建筑物的人哦。不过并不代表说这个方法不行啊，因为至少它是非常容易盖的，而且盖起来是非常直观的，你只需要找一个空间然后把它围起来用隔热砖什么的。那假设是这样子哦，这边是一个低温空间哦，你可能用水冷机啊什么的把这个空间降温了，然后就是配合这个轨道阀哦，然后用上这个温度感测器哦，你就会判定那个输入的食物到底有没有达到适合的温度哦。假设如果没有适合的话，就让它重新回到这个里面做一个自循环，如果有适合的话，你就是把它拉出去，
所以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一个冷冻库设计了，而且也不一定要设计的那么大，反正你就是先把东西盖出来，然后再逐渐把它缩小了。那这个部分只要你的自循环概念够好的话，基本上不是有什么大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跟你的水冷机那个自循环设计一模一样，你只是把水冷机换成这个东西而已。那降温完的食物你要把它排到真空里面放，还是放在冷冻库里面都行。而且如果你这边本来就是一个低温空间的话，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食物放在这里，那你只需要考虑怎么把食物拿出来而已哦。那这些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冷冻库的设计哦。那当然我这个前面有说过，我并不喜欢这种设计哦，因为它占用的空间比较大，而且不能做到所谓的精致哦。你可以看到我前面一直用的这个食物保鲜方法，我会那么爱用，就是因为它做的比较精致，它只要一个小空间就可以做到很方便的一个食物自动化，所以我接下来的一些构想还是会跟这里有关啦，还是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食物保鲜哦。 OK， 那我们这边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这里的食物呢它已经是没办法再保鲜了，虽然这也是真空哦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把这里的食物降温了。那可以把这里食物降温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这两个砖块的温度，因为这里是真空的关系，食物就只有跟这两个砖块有接触哦，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两个砖块降温了就可以降温到上面的食物。那问题是我要降这两个砖块的话，那我一定要让这两个砖块不能接触到外界的温度，像这边的氧气或者是这个砖块的温度一定会倒过来的，所以这里就不行了。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两个换成隔热砖，然后让这隔热砖的温度不能倒到砖块里面，然后再来再把这里换成一个真空空间，让气体不能跑进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哦，这边做两对水门，然后把这边变成一个真空，之后这里用了隔热砖，基本上只要你隔热砖后期做一个升级啊，你用陶瓷啊那些隔热效果已经很好了，可是你没有陶瓷也没差，基本上火成岩它的隔热效果已经非常足够了，就一定要隔热砖就对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啦。那做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就是想办法把这一个砖块给降温啦。那这边就简单多了啦，基本上我们就只需要拉管冷就好了嘛，就想办法把这两个砖块降温。如果你有金属砖的话那就更好了，因为金属砖它的导热速度更快哦，而且选用这个铝的材质呢可以增加这个效果，前期也可以拿得到这个铝哦，所以我们就把这里盖上一个铝的材质哦。那后面你可以换成超导什么的，那这里我们再把管线拉过来做一个降温就好了。那问题是这个水冷机装置了，或者是你的冷气机也可以哦，那我们可以用冷气机、水冷机然后在外面做一个降温。那因为水冷机跟冷气机呢，它们其实降温的方式是把热力换出来的，它本体是不会放热的，那它放出来的热是这里的热，所以我这里只降温两个砖块的话，其实它放出来的热并不多哦。我们这边可以来测试看看哦。 OK， 这边我稍微把管线给接好了，那这边就是用到一个冷气机，然后让它在这边做一个自循环路线。那这个自循环的部分接法其实跟水冷机的接法一样哦，先让它跑温度侦测，温度适合就会打开冷气机，让这里能通过这边出来，温度不适合关闭冷气机，所以直接经过从这边出去，那这边就会让你的气体温度只降到你需要的。比方说我这边先设定-10哦，那目前我还没有让它跑到-18，这边我稍微做一个氢气供应的地方啊，这个你就什么电解啊，或是你野外的一些氢气去啊，你拿回来就好了，那拿到足够这个管线的量就好了。之后管线的部分用了前期比较容易拿到的火成岩管线，那金属的部分是用这个铝矿，那这些也是前期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手段哦。那接下来就是让它把这个循环跑一跑了。那这边呢我也顺便把这个冷气机做了一个关起来的动作，你可以看一下它升温的速度哦。那因为目前是用隔热砖关起来了，它没办法把温度扩散了，那升温速度还是明显的快的，毕竟这个氢气它的比热还是蛮高的，氢气比热高的话，那降温氢气所需要的热量就越多，所以这边会释放出更多的热量。那这个无所谓哦，只要它达到一个平衡之后，
基本上它就不会再提升多少温度了，它只会在前期降温的时候提升温度的量会相对来多一点哦。那更何况我目前是把它关起来的、哦，那如果你把这个空间打开，找一个相对低温的地方，它降温速度会相对的快很多、哦。那目前这边关起来，也没有那么快渗到它的过热了。那更何况我、哦、这边还可以打开，那这个温度就可以把它扩散到环境上面了。甚至如果你来不及扩散，你也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水哦。那水的温度就很快把冷气机的温度扩散到环境上面了。那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像我刚刚这样子用隔热针围起来的话，其实它散热效果还是蛮好的了。当然你长久来说还是会影响到环境温度，不过如果只是前期来说的话，你可能用颗冰树就可以抵掉了，这个影响的温度真的不多、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把里面的温度还在需要降一阵子啊，因为它氢气降温速度没那么快，不过的确它有在慢慢减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温度调到我们想要的。这边还要再考虑一下这个砖块导温度到食物上面的速度啊。你会看到诶，其实这里的食物基本上是没有在降温的诶，或者是没有降得太快啊，所以我们可能要拿一个10度到20度 C 的误差值哦，就让它降温快一点哦。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就拿个38度，负40度好了，负40度。那这样子可以让它食物快速降温一点。诶，这边已经有一堆烂掉的东西哦。那这个烂掉的东西要赶快把它拿出来哦，不然的话它会在里面变成那个污染泥土哦，那真空环境就没了。那氢气的部分还在持续降温哦。啊，你们可以从这边看啦、啊、这个砖块的温度是10度 C， 可是这个氢气的温度，管线里面氢气温度是-1.2， 所以它会有大概差10度 C 左右哦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氢气温度调大。啊，当然这个因为目前金属砖是铝啦、啊、如果你用到超导啊，或是后面用成那个水冷机，那水冷机效果会更好，因为水冷机用的是水管，水管是气体质量的10倍哦，而且水冷机也没有说要很久才能研究出来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边用成水冷这样子哦。那只是说前期你用到水冷的话，你需要用的液体可能选择就没那么多了，前面你可能最多就是用污水了，可是污水会比较危险哦，因为它是-20°C 哦，那可是水冷机降温一次是-15哦，所以你比较难控到-18这个度数哦，所以你能选择可能就是乙醇的啦，乙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，或者是原油，原油也可以去到-40哦，而且原油基本上每张地图都会拿得到哦，比较容易拿得到哦，不像这个乙醇这样子。那这边温度还在升，可是没有升得太快。已经有一部分食物降了，那这里里面的一些矿物也把它清掉哦，因为这些矿物其实也会影响到这边降温速度的、哦。好了，这边快了点时间哦，我已经把这个砖块降到这个-18°C 以下了。来到这边，可能你就会想说，哎，那就可以保鲜食物了。其实还没有哦。那这边因为呢，这个食物质量非常大哦。所以它的导热也不一定那么快把食物温度导到这个低温哦。像我这个腌制米试哦，有50几公斤哦，50几公斤，它的降温只降到25.6°C 而已哦。所以如果你还要再增加这里的效果的话，那一定不能是-18，这个金属站可能要更低温一点。那所以这边还是会推荐用水冷机，因为水冷机还是速度会快一点，或者是你不要做那么多的食物，像是这个相对少一点的烤虫果呢，它只有6公斤，可是它已经降到9.2°C 了，至少它已经来到第一个阶段冷藏了。或是这个8公斤的胡椒也来到这个-4.5°C 了，不过这种冷却方式太麻烦了啦，因为它冷却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呢、啊、还会再做一个动作啦。这边会用上一个发送剂嘛，那刚刚因为做真空环境就把这个发送剂给拆了，我只要把这个发送剂会经过这个金属砖，那多少也让它降温一下，从这边进入让它稍微经过一下这个砖块。那这两个水门呢，你也可以放一对门来限制一下小人的进出，
这样子小人就不会经过这里撕掉了。那我们这边就把做好的腌制米丝送进去看看，看一下效果。在这里的米丝是50°C 啦，哦，煮出来的食物还是蛮高温的，基本上没有多大效果，这个看出来，除非你这个金属砖的部分多一点，那可是金属砖的部分多一点的话，你就是要更多这个真空空间了，那就会回到我刚刚说盖个大空间做，那这个就不符合我的设计美学啦，所以这个就可能不考虑了。那既然没办法的话，那还是解决这里食物量太多的问题了。我们只要不要让食物太多，就不存在这个食物降温慢的问题嘛。我们先回到这里哦，我们让它产生一些新的食物，这个是原本就有的，它数量是相对多一点哦，9000哦。那可是我们食物其实并不要那么多嘛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感应砖，那感应砖也是用到这个金属的，那就是让它去做一个自动化控制，食物煮到多少的时候就停下来了，比方说低于10公斤的时候才开始煮，10公斤好像有点多啦，刚刚那么多食物也就5公斤而已，我们还是1公斤就好了，1公斤就好。那比较麻烦就是另外这边的输入端啊，在你没有更好的管线之前，可能只是用冷气机，没有水冷机，没有更好的冷却液之前，那这里的食物还是不能放太多，放的太多就会跟我刚刚一样了，冷不下来了。那注意一下，这个是可升级的，我一直有强调，我现在用的是冷气机，它的效果很差，如果你用成水冷机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你放多少食物都是能降下来的，因为水冷机你可以把这个砖块降到-100、-200都行的，这问题你还是要先拿到超级冷却液啦，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可升级的装置来说，我觉得非常棒啊，你前期能用，用到后面可以越来越强，那就是随着你的科技进步，你的冷冻技术也越来越厉害，那这样子也可以让你游戏体验有更有趣这样子哦。那像是我这边已经把这个压力砖哦降到这个哦，因为这个压力板它的质量其实并没有金属砖那么多，而且因为我食物都拿掉了，所以它的这个降温速度还是蛮快的，那接下来就是等小人来煮这个食物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，这边煮了1800千卡，它就1公斤哦。哦，那可能我们要一天需要人头数的乘1000嘛，那至少基本上也不要直接算这个人头数乘1000，因为有可能小人一天会吃个2000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要算多一点，可能6个人就是12000，那12000刚刚这边1公斤是1800的话，所以我们这边至少要6公斤啦，6公斤。那注意一下，目前我只有煮单一食物，让它只煮单一食物，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去算这个压力板需要放多少食物哦。可是到后面你升级了这个之后，你就可以不用管了，什么都煮。那看一下这个腌制狮子它的冷却速度哦，还是蛮快的啦，以这个数字降下来的速度来看，可能1天左右啦。不过因为目前还在煮哦，我们先把它吞到这个6公斤哦。还是我看一下这个，这一个哦，这个质量不大，也把它丢进来吧。有了，刚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的哦。那一定会在它烂掉之前哦，然后降到那个温度哦。不过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啦，就是你这个食物被拿起来减少了之后，想去煮新的放进来，会跟旧的这个合并哦。那合并的情况下，又会把温度往上提了，所以我们这边还要再进一步的做一个测试哦。OK， 有了，这边已经达到这个-18°C 了。
那它新鲜值耗损率也就 3% 左右，就可以做到这个永久保鲜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了，如果让小人去增加这里的食物，当它做一个合并的时候，是不是又要重新降温了，然后就会进一步让这个新鲜值下降哦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理论上它也没办法达到永久保鲜了，因为你会一直放食物进来哦。嗯，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水冷机可以解决啦。水冷机把这个地方降得极低的时候，那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目前看一下，诶，新的食物进来了，那它温度马上提升了，然后这段时间又会进一步减低它的新鲜值，而且它是连新的食物一起减低哦。那这个合并的量它其实是有一个定值的，所以我们如果要去算真正的永久保鲜哦，那这边一定要用它合并上限去算哦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新鲜值差的不多，所以它都合并欸。不过反正我现在已经累积到300多公斤哦，那它依然没有分成两瓶哦，那就代表说，就是有可能你能煮出那么多的食物，它也会合并这样子哦。那像是这边50多万的食物，这个数量很恐怖了吧？这个应该就不用再增加了吧？那假设我要把这个食物量降温的话，那这里真的是不得不用水冷机了，所以我们来升级一下这边的装置啊，把水冷机给盖出来吧。OK， 这里水冷机管先盖好了，那一样是自循环。那用上的是上面的这里的一些乙醇了，因为乙醇可以降到-11.4°C 啊，所以这个装置目前还是能升级的。这种东西还是不要一开始就升级到最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期一些容易获得的资源到底它的降温效果如何。那所以像我现在乙醇比较容易获得，而且它的冰点相对低一点，那水冷机的部分用的是钢铁啦，那至少你要做开始制钢的时候才可以做，那这样子它升温那个上限会高一点，没有那么容易过热。那一样也是可以铺一层水在上面，让它跟环境可以快点交互哦。那管线部分一样是火成岩跟这个铝的配合，都是一些前期容易获得的资源。那现在就是双管齐下，然后这个管线的距离啊，如果你短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加快一下那个一开始预冷的速度啦。像我这边稍微来说有点远了，所以它的预冷速度就低一点，然后它的升温速度还是蛮快的哦。水冷剂的部分可能你单纯用冰速也没有那么容易压下来了，就一定要做一些降温手段的，或者是就是先把它丢到外面破坏外面的环境。像是这边冷气机放那么久，其实这环境都没有影响太多。像是我这里有用到一些原生矿，这些原生矿其实都会减低这个升温的速度的，不会因为底下是隔热砖，所以它其实没有把温度透到底下去，所以可以把它盖在一些矿物的上面这样子哦，这样子也可以有效减低它升温的速度哦。那这边砖块开始超过刚刚-40了，可是也没有达到多低温啊，这个降温效果还是不显著哦。减是有减啊，可是减的不多。不过当你的食物量已经大于这种程度了，那你以后再加新的食物，因为新的食物它的质量不多啊，所以反而新的植物也不会提升它多少温度了，所以就算跟新的植物合并了，它也没有提升多少温度了，所以还是可以的。像是这种情况，就是真的等它到了-18°C， 那它就真的永久保鲜了，就是这段时间会久一点了。那基本上这个就是，如果还想用这种盖法的话，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啦，就是这边加一个水门，然后加管冷去冷却。那至于这些装置你要放哪里，
要怎么把它盖得好看，要不要配合那个蒸汽机，那这是另外的设计嘛。那问题就是把管线拉进来，以目前我用这些比较前期的手段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永久保鲜的话，你们只需陆续把装置升级，冷媒升级的话，那这个效果一定会更好哦，比我现在呈现的更好这样子哦。那这个部分总结一下啦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的话，前面就不能煮太多的食物，煮太多就会像这种情况，它降温的很难，而且不只是煮啊，像我这边还会放这个没有煮过的食物，所以像这些食物你还是要做一个控量，你的小人能那么多就盖那么多的食物，不要放太多，这也会影响到你前期冷冻库的效果。当然当你的科技进步了，你就可以采用更好，那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去想你的食物量产生多少的问题了，你就随意你放就好了。那最后就是进一步升级，把它换得更好这样子。那今天这个呢就是冷冻库的一个测试了，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这种研究向的影片哦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设计，也是在我脑海的蓝图哦，还没有去实操看看哦。那这个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讲解吧。我是小叶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